Hello， 大家好。前几天在网上买一卷防盗网，果园里面草太多了，推下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有的朋友会问我，为什么不打除草剂？不打除草剂的原因是，一是对树的生长有影响，二就是我们所有积水管，所以说不打。宽60吧，60-200米吧。这是效果怎么样？然后效果好，还在做苗圃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